啊，你想不起这个歌，你就背小刘哥哥。这首歌它是算哪里的民谣？诶，算乡村民谣。乡村的民谣。乡村吼，诶，其实是陈达先生，陈达他自己发明出来的。嗯，啊，那这个是跟平埔族啊、嗯、慢慢的演变的歌有关。嗯，早期恒春是不是会搭配一个乐器？很像，对对，就是鬼琴。OK， 那今天这首歌我想说，请淑敏跟那个福柱哥一块来把这首歌把它表演出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也在这边跟大家呢说声晚安。下一个礼拜同一时间呢，继续时光让你待完喝寡香。来，请音兄苏香基，谢谢。一个阿娘在叫我啦，思我的思乡机，感谢有请你到乡下头边，那大无那带来呀，伊个带做伊呀哟。呀抓来让人爱爱哟喂，哎呦船头来给操烦的哦，哎呦放沙瓜无那上的可怜哎呦喂，大母吼上可怜啊，岁呀最好唔通喘。